目养神，闭目养神的意思，你到底懂不懂？三百阿舅啊你！告诉你哦，在车上啊，有一个溜滑梯，你知道是在哪里？不知道。就在这边，这样。嘿！我的妈呀！你让我的车安尼溜达。哦。然后很多事都怪你。哎。大家来当参考。小朋友，你会当用恁爸爸的车来安尼溜一下哦，吼，吹冷气，搁溜出溜浪。但是可不要这么做，不然大。啊，唔过你这样不是你做。大人会生气，大人会生气呀、啊。只是我这个这样，只是我这个姑姑没有生气而已，啊，不然其他人可就生气了。啊，但是车子在开的时候不要坐哦。还有，如果你后面有坐人的话，不要这样啊，不然你后面的人的合力在个病体啊。转变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哎咻，有人你闭目养神，爽啊！哎，你头段学闭目养神，是你啊。破江慢，你溜滑梯。嗯，好臭哦！你有放屁屁？没有。应该是破江慢吧。破家麦好可爱哟、哦！蛋蛋，你知道破家麦有个技巧吗？好像会，然后接不住，回，哎，啊、我头弄掉了啦！上便宜，真上便宜啊！去贴个 OK 棒就好啊，那个技巧用好啊，嘿。再来，我们一起溜！哎呦喂呀、啊！哎呦喂呀、啊！哎呦喂呀、啊！哦哟！嘿嘿嘿嘿！哇！哎呦喂呀、啊！差点要溜下去。你目前看的是住在台南，永和县在刷费，在车内刷费的情形。但是车上没有，所以我要来做创意。方向盘，怎么样？方向盘，你看这里，他刚好坐在这边嘛，开车了啊。哦，为了，跟你用微信做，还没想到。我想到怎么做。
右手。下不来，开，关，开，关，开，关。多了这个方向盘，我觉得好热啊！但是没有这个方向盘，我又没办法开车。方向盘退之后啊，我来吹冷气。好，安尼就爽。好吧。哦，我家慢。我们一起 say 拜拜吧，拜拜，拜拜，我要吹电机啊，我要。